开了，回家吧。结果发现某音比我还晚，这不得阶级发挥一下。乔碧罗跑哪儿去玩去了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现在看有什么用呀？你自己出去玩，把我留在家里面。我呢，在这寒冷的夜里面，自己用烟酒麻痹自己。啊？你笑什么？严肃一点，我现在很生气。别说了，我也觉得我这个女朋友好不好。对呀、啊，寒冷的夜还不接你电话，那你一个人空虚寂寞冷。那你知道就好。都这样了，你现在是不是想跟我分手啊？啊，不，没那么严重，你下次注意就好了嘛。行，得补偿你。Baby，I'm sick。那你给我买了3080的显卡吧。还看哪里够呀？这事情就到这儿了啊。我在外面饮酒作乐，一个人在家里面用烟酒麻痹自己，心里面也冷吗？那再加个 PS5。用钱解决。加我吧，后面见啊。萤火豆腐，这门是开着的呀。我肯定是刚才我出去着急，然后就忘关了。哦，怎么灯也是亮着。哇，六七，你还给我留了汗呀！我最喜欢的肉，对我这么好，我还一个人出去玩，我真是没心没肺。这样你能原谅我大半夜出去鬼混吗？哎呀，我3080的显卡，我想了一下，好像没什么用，钱你拿去买包吧。这怎么能行？你一个人忍受孤独的夜。啊 ，PS5 也不要了吗？钱你拿去买衣服。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呢？挺好，挺好的。快去点，快，我还担心你喝多了买药。买药挺好的呀，但你得出去过门呀。那是给你留的，让你回来找不了的东西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？哎，贴，小文，贴，站起来，干嘛嘛？哎，不是，你动菜干嘛？我还有吃的。老文，你坐一下。我讨厌坏天气。爱你啊，碧罗。我讨厌我会突然失控的想你。当我和一下女友以为进错酒店房间，发给她错误的房间号码，最后藏起来。Later。我们。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啊，还敢偷吃外卖。 BB I'm a sheep， 对不起，你一个人洗多浪费水啊。哦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猎杀时刻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廖不信呢？什么廖不信？在我房间。你房间？对呀，我按铃了。对不起，你走错了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累了吧？我是想说，你怎么把我外卖给吃了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我把钱转给你吧。没电了。不好吧？我都吃了你的东西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赶快走吧，不然等会真出事儿啊。行，这个你不吃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好戏来了！我女朋友来了！躲起来呀、啊！这被她发现，我们俩都得死！哎，你躲那干嘛？窗帘，窗帘！好巧啊，碧罗！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。当女朋友生气到一半，发现是自己错了。你是不是又没玩是不是？我教了的呀。那为什么我用不了热水啊？我还想洗碗呢。用不？你看了燃气总阀是不是有电没啊？你昨天用的时候都还好好的，我今天用就不行。你肯定是没有交燃气费。不是，你先去看看燃气总阀是不是没电了，电池。我前两天还跟你说了的，我说该交费了，你老是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呀。错了好不好？但是你先去看一看燃气总阀是不是没电了。果然找不然，这个有什么用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把费交了。换上新电池，这不就好了？看着我干嘛？啊，我什么态度啊？跟你说，不耐烦了，对不起。没有。你还凶我？你好大声呀！我哪里有呀？道歉吧。对不起。这个态度好点，别走。鱼子酱给女友吃，担心她猜到，他拿真的鱼子酱给她。猎杀时刻，乔碧罗，你快出来！你不是一直想吃鱼子酱吗？我给你买了。
干嘛呀？我花了大价钱买的。你书包塞的都用不上啊！这肯定是木瓜子啊！嘿，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啊？这个真的是鱼子酱，来你尝尝嘛。我不是尝，你不就想看我的反应吗？可以无实物表演。嗦嗦，夸张。哇，好六不见。一颗没少。好好吃啊！好棒死了。不是你真不吃啊？那你不吃我吃了。行啊、嗯，希望你待会儿不后悔。嗯，哇，入口即化。爷，这是什么呀？不是大的，让你在吃饭店回回去去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我拿给你炖木瓜汤的。啊？你自己看看垃圾桶里面这是什么？真的把木瓜子丢了？你吃的真的是鱼子酱？一直在说它是鱼子酱。真的是鱼子酱呀？你都不早说。我输了的啊。说不就赖了吗？还给你留了一份鱼子酱呢，我去拿啊。真的呀？啊，等。好戏来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不过跟刚刚那个有点不一样，有点硬。那味道不一样很正常嘛，毕竟两盒，那不是同一条鱼产的籽儿啊。也是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六记，我说为什么味道不对呢？啊？咋了？正宗的吃是要把鱼子酱放在虎口上，然后。怎么样？那这次味道对了吗？味道还是不对，这盒是不是过期了？不可能呀，这个是我早上才挑出来的呀，从木瓜里面。啊？你这盒是木瓜啥？干嘛？干嘛？吐我口里面了！当女朋友非要和我玩角色扮演，你在干什么呀，碧罗？笑不笑？这动作就你们班最长，再听一下。Glass me. Glass me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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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简单了，是我来，我。你还有其他例子吗？啊？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出去奶奶。你干嘛？你把你家长叫来。啊？你们现在好好学，以后上了大学没人管你们呀。你放屁！就上了大学不有导员管吗？工作了不有领导管吗？结了婚不有媳妇管吗？我还得陪着玩 cosplay 的游戏。你还敢顶嘴是不是？不知道明天玩你干什么？那你下课走。对。哦。Two hours later。学的日常用语啊。再读一遍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你把加到生活例句当中啊！我真的 Thank you。我真的 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行，你现在课就先上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？老师，我有。说。老师，你下次能不能教点有营养的呀？我觉得你现在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老师很欣慰，哎，但是老师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啊。